Sport TV Shop, nhà phân phối dụng cụ bóng bàn uy tín tại Việt Nam.两人的这个战术啊，发球，我相信都会从对方的中间偏正手短去打起来啊，对吧？徐迎宾，你看这战术，正手短，中间长，对吧？也是为了破坏梁靖昆的第一板的拧拉。你看梁靖昆的发球，一旋转，正手短。 同样，这个所有的发球也都是围绕着让你第一板的拧拉没那么舒服，然后后面形成相持。确实发这个位置又是逆旋转，拧拉起来呢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你看两个人的战术啊。 徐迎宾的战术也是发球，肯定也是要往中间正手短，然后再配合长的，前面那两个发球就是这样配合的。又中间长，哦，徐迎宾的速度更快啊，单板的质量肯定没有梁靖昆那么高，但是徐迎宾在近台，你看衔接的速度很快。 通过发正手短，你看四个发球，两个中间长，两个正手短，其实从自己的发球轮子上，这个战术就打得很明确。梁靖昆这边同样也是啊，那逆旋转的发球也基本都发到正手短，反手长，也同样是正手短反手长，从开局看，两个人的战术打的是非常的相似。 5-5啊，比分咬得很焦灼啊！一旦徐迎宾呢在近台的速度提不上来，那梁靖昆后面的反击就会更凶猛了。 梁靖昆呢？那个徐迎宾必须要用速度来压制住梁靖昆啊！一旦给梁靖昆空间，梁靖昆的这个高质量的进攻啊，发这个位置啊，就肯定是发到反手位的短的，那肯定是梁靖昆拧拉起来很舒服，包括后面的衔接都很顺。所以徐迎宾啊，你看这就是对自己的战术不够坚决啊，想着变一变，会不会有一些？ 你发这个位置没有机会，你看感觉梁靖昆现在的这个节奏啊，打得很定，并没有着急我去发力，敢于跟这个徐迎宾去多形成相持啊。 你看，这也是位置，你看发到反手位的短，让徐迎宾反手就可以直接爆拧。那位置就是很明显，发球的落点啊就很明显。
对，发什么落点能够让对方很难受？你这发球出台，啊，这个就是不够严密了。还是得发正手转，但是这球梁靖昆已经提前移动过来，反手的高质量的拧拉。还是得发这个位置。10-7。这球一个擦网，一下变节奏了，转了，连追2分。看看徐迎宾的发球轮次啊，发球的落点。8-10，发转不转了？确实啊，这个在第一局当中啊，一个呢，梁靖昆用他的这个单板擦边，梁靖昆呢，你看明显打得更积极主动啊。在这个位置的接发球的处理，梁靖昆啊更有经验一些，包括处理的更好。哇，这都是机会啊，这都是梁靖昆的机会。两个无谓失误，啊，梁靖昆正手一个机会拉丢，反手的变直线。你看两个自己的两个无谓失误之后啊，整个节奏有点乱，接发球脚底下就明显是没有踩住点啊，就上去接了，所以没有控制好。你看这球又是发的反手位啊，反手短让梁靖昆拧拉起来，后面的衔接就会很顺，对吧？其实这个球徐迎宾已经打得非常好了啊，这就是你看打到4-5板之后啊，这个实力的展现啊，梁靖昆是更厚实啊，实力更强。这球有点挂网，现在的这个战术套路包括形成的局面是梁靖昆非常喜欢的，对吧？拧拉起来形成了上旋的相持，梁靖昆优势更明显一些。徐迎宾有点慌啊，对吧？这个球也是想要去快速的拉到直线，
因为现在形成相持，他也自己也能感觉出来自己很被动，多拍的相持。三 B 五，红发。形成相持，对吧？这一局只要是过三板以上的相持，徐迎宾几乎没赢过。这就是梁靖昆想要打的战术体系。哇，徐迎宾这个球是加质量了，对吧？形成相持，如果徐迎宾不去这么强加质量的话，你看很背的，这球明显是加质量了。连续的白短与黑白短啊，最后虽说徐迎宾先上手，但是上手的质量不高，被梁靖昆直接的反拉。直接吃发球啊，还是正手短。徐迎宾也知道他必须得加高质量，所以你加质量你就得冒风险，失误也会去增加。红发四比九，哇，切了一个非常转啊，这球。确实啊，徐迎宾呢这个心态啊也有点绷不住了啊，你看这个失误啊增加，主要是梁靖昆的这个发挥包括战术。其实这个球也是梁靖昆在主动啊。梁靖昆现在做到的就是我跟你多形成上旋相持，然后减少自己的失误，对吧？徐迎宾这边呢肯定是要在前三板上要多发动，加高质量，打乱节奏。哇，这球都救过来了，证明梁靖昆啊这个很专注啊，很投入。两个正手的失误其实都是梁靖昆在主动啊，你看形成这种局面梁靖昆是主动方啊，两个正手的失误了在这局。三个，这一局梁靖昆自身的失误比较多啊。
三。徐迎宾啊，还是得要去想办法，自己要更主动的去得分啊，打得更主动一些。其实他这几个得分都是梁景坤自己的失误，如果说梁景坤自己不失误的话，他还是很被动的局面。你看这种机会，发球抢攻这么好的机会把握不住，要自己主动去得分啊，这种机会绝对不能放过。这球有点擦网。这一局梁景坤自身的失误是比较多。这是通过发球落点的变化啊，发了一个反手小三角。发球出台。梁景坤这一局自己的失误太多了，这种没有什么难度的球啊，自己拉丢。哇，徐迎宾这个球啊，晃挑啊，感觉是要摆短，直接出手挑。形成这种局面，只要梁靖昆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你看打到这个局面还依然是梁靖昆的实力啊更强。徐迎宾9-7领先啊，看看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啊。10-7。这一局梁靖昆自身的无谓失误得有5分了，4-5分都不止，我感觉。这一局其实并不是说的徐迎宾打得有多好，打得梁靖昆有多难受，是梁靖昆自己的无谓失误太多了。梁靖昆这局肯定要减少自己的一些无谓失误啊，但是战术肯定还是要坚决去执行。红方0-1。哇，这个衔接太快了，好球。这个衔接的速度非常快。
这球有一个节奏的变化。3-2。3-3。徐迎宾这个开局啊，打得还是很清楚啊，依然还是从正手短去牵制啊。还是解决不好正手短接发球的问题啊，徐迎宾，这个逆旋转发过去，他确实很难受啊。哇，这个落点太刁钻了。这个落点完全是追身啊。未调暂停。啊，这边梁靖昆也叫了一个暂停，上来这个接发球没有想好。哇、哦，好球！这球徐迎宾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线路非常的好。6-5。感觉梁靖昆稍微有点急了啊，这个心态。这个时候其实看谁的心态更稳定一些啊。梁靖昆明显是稍微有点急，在领先之后被对方追上来之后啊。哇，这个球还是很坚决的。
7-9不发球。哇，还是打到这个环节啊，多拍的上旋的相持。哇，这样梁靖昆3-1战胜了徐迎宾，这样为山东队桥扳回来一分啊，现在1-2，山东队桥还是落后于山东队。马上是第四场的比赛。Sport TV Shop số 15ngõ 1 phố Đông Mai, phường Mễ Trì, quận Nam Từ Liêm, Hà Nội. Sport TV Shop tự hào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hà phân phối dụng cụ bóng bàn uy tín tại Việt Nam. Sport TV Shop đã khẳng định được sự uy tín của mình trong cộng đồng bóng bàn khi mang tới những sản phẩm dụng cụ bóng bàn chính hãng, đa dạng cùng mức giá vô cùng cạnh tranh. Tất cả sản phẩm đều có nguồn gốc xuất xứ rõ ràng, minh bạch, chính hãng từ các thương hiệu nổi tiếng trên thế giới. Đặc biệt, khi ký khách hàng mua những sản phẩm bóng bàn tại shop là đã đóng góp một phần nhỏ bé vào sự phát triển của bóng bàn Việt Nam, giúp cho kênh truyền thông Sport TV ngày càng phát triển. Có kinh phí để tham gia truyền thông trực tiếp các giải bóng bàn tại Việt Nam và thế giới. Đến với Sport TV Shop, các bạn sẽ tìm được cho mình những sản phẩm ưng ý và phù hợp nhất. Sport TV Shop, nhà phân phối dụng cụ bóng bàn uy tín tại Việt Nam.